瑞春。如果有一天突然听到这条广播，请忍住别哭。现在插播一条简讯，全球疫情已经结束，即日起全国清理所有小区解封健康码、行程码功能关闭，所有的铁板板都拆除，也不用每天戴口罩了。我们即将又回到像19年之前的正常生活。过去的三年里，疫情反反复复，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生存危机，特别是坚强的中国人民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躺平，坚持动态清零，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。在全球百万白衣将士的努力和牺牲下，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。新冠及病种病毒已彻底被消灭，你们辛苦了，向所有市民致敬这场抗疫，你们每个人都是英雄，特别是后辈们将以你们为荣。现在你可以亲吻孩子和你的爱人，走出户外，拥抱新鲜的空气，享受自由的果实了。通过刚才那个商叉路口之后呢，往这边也有一个商叉路口，那个胡吹村就是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。往这个右手边，这里是往红城镇新田村，这边是直接可以通往那个两英了。不过要往这边，要往这个左手边这里，这条山路不是很好走，不过在这个往湖村这里有一个石牌，上面的一些字迹不是很清楚，大家记得一定要看见这个石牌石碑这里，然后往这条路一起进去。进来胡吹村的话呢，大家一定要带一些防身的一些用具。往这里这条路进去就是通往胡吹了，这里有根电线杆，下面也有一些变压线的。估计这个地方如果想要进来的话，除非是那种越野车，如果一般私家车底盘低的话，我不建议大家进来这里，因为这里的路真的是太烂了。由于是这个雨水的冲刷，这个路面也已经是凹凸不平。原始森林之中，虽然说这里有这个电线杆，但是这个电线杆估计也是不通电的。前面这里是一个伯公庙，但凡到一些村子里面都是会看见伯公庙的，还有大榕树。大榕树的话就是在这里这个方向，前面这里就是一棵大榕树，不过现在已经是给荒草给覆盖了。到这个深山里面来，碰到很多的一些奇怪植物，上面好像有结果实的，在这边也有一棵植物绿叶红花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植物，会不会是某种中草药啊。